欢迎回家。星期日下午4:40在新希望多元厅有单亲同乐会，题目为观赏电影，欢迎所有的单亲爸爸妈妈们出席参加。而5:30在圣殿有教会诗班练习，将会为着宣教庆典而练，鼓励弟兄姐妹们踊跃出席参与。莱茵的星期四晚上7:30在多元圣殿有幼儿园毕业典礼暨统亲会，鼓励执事和弟兄姐妹们踊跃出席给予支持。Home News 招募影音团队，你对媒体有热忱吗？鼓励你散会后到招待处填写报名表格。今年第18届宣教庆典将于11月25日举行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。同时，若你已经认线却还未缴清的，也请尽快缴交。下主日是圣餐主日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领受圣餐，而圣餐后则有圣餐爱宴。鼓励弟兄姐妹留步，一同交流和分享。下主日信外 at WWJD 行动将暂停，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出外探访。